微波包装食物，小心毒素全下肚。微波食物要让它爆起来比较香脆的哈，它有一个叫微波敏感剂哦，它是一个含铝的东西，哎，就有一个铝中毒的风险。有这种哦，对，那便当盒，便当最担心的就是你买回去之后没有吃，然后再给它放回微波里面去，这个就是危险，就整个就溶解出来。很危险，很多人嫌麻烦。今天晚间八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